我陪陪玲玲逛街，居然遇到了她，冲动了过后才知道是后悔。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都去我家，我亲自下厨。你们先坐一会儿吧，我先去给你们做饭啊。行，期待你好厨艺。好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哎，我忘了我不会做饭呀。哎，这下可咋整啊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喂，阿姨。哎，楼上230要麻烦送一份套餐上来吧。哎，对。哎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丽丽，可不会做饭的呀，是吧？是我刚才电话里都听到了，他点的外卖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可乐，你菜做的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呀。那要不要我去帮你来点菜？对，不用了。那个，我坐着也没事，我们就去帮帮你。哎呀，不，没事，不，我这人多一起好做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一，我来开门。哎，他怎么来了？你把这东西给我就行了。阿姨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还不能进来嗦。你们先坐一会儿吧，邀请他们去我家吃饭，才发现自己不会做饭。在我点外卖被发现后，他们决定整整我。可是后来却……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还不能进来嗦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吧？他什么人啊？居然这样！咱还不能嗦？不是，这不能还有个人吗？我老大哥出来给放着了哈。哎，好好好好，阿姨。你什么态度呀？那个。你们家套餐就这么点东西？是这么死就给人家？哎，不是。剩饭啊？什么人呀？给我们送别人。哎，林，那个，哎，等一下。喂？哎，小伙子。哎。电脑忙不过来哈，不给你送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哦。那个。那个套餐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呀，我忘了给你们介绍了，他是我吗？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。他们来我家吃饭，居然把我妈当成了送外卖的，在我解释过后，气氛一度极为尴尬。是我吗？阿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以为您……对，阿姨，我们搞错了。因为啥子？因为我是送外卖的哈。阿姨，那肯定不可能。你看这气质也不像嘛，是吧？对，阿姨，你怎么那么漂亮？妈，算了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可乐，这个是你之前说那个女朋友啊？之前说那个她不是之前说那个，其实她是不是？她和我现在。他跟您开玩笑呢，是不是可乐？对，开玩笑。这个才是我男朋友。啊？哎，你，我就说嘛。不是，我跟他。啥子有合适给可乐介绍？阿姨，你说啥呢？我想去个洗手间。我带你去吧。嗯。哎，快！哎，你刚刚这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跟我妈解释？你这没想到你前女友挺多的嘛。哎呀，那看你说的，那现女友不就只有你一个吗？亲我，快点亲我！哎呀，你不在说啥子哦 ？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朋友在外面的样子冷酷无情，直到看见我后，突然变沙雕。3, 2, 1, go！ 你是你的人，不得不承认。自从林林在我家故意整我，被我妈发现后，我妈就一直吵着闹着要请她吃饭。这天我去她家找她，不料却发现，你打算拿她做什么？这是谁？他们在聊什么？我决定先观察一下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不是，这她要干什么？你一直都知道我是喜欢你的。哎，住嘴！把水果放开。什么？这就你那新男朋友吧？我要你管。
你还听懂啊？你少那么多废话，我警告你马上走，不然你别给我对不客气啊。我告诉你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全都是装的。你走不走？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他说的是真的。那就是真的。他居然还在这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谁是你兄弟？哎，别急嘛。怎么了？找个地方坐一坐。我告诉你，谁让他接近你的？上次去林一家找他，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他说的是真的。虽然很想知道怎么回事，却还是选择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不想知道。我不能就这么丢下他。是谁家女朋友丢了呀？可乐家的。好了，可乐来接你了。可乐，你跟我去个地方吧。好，听你的。我们先进去吧。那怎么又来到了这里？可乐，你还记得这儿吗？我当然记得呀。当时我们就是在这认识的，你还在那儿拍照呢。这家店是我姐开的啊。你姐姐？对呀，她也认识你啊。哎，姐，